各位 O3 iBase 的使用者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在这边为各位示范如何操作呐喊文创 O3 iBase MP3 编辑软体的安装使用说明。当你打开编辑软体的安装程式，首先会看到选择语言的界面，目前提供英文、繁体中文及日本语三种语言。现在我们选取繁体中文，然后按 Choice。这个时候程式就进入安装的程序，按着上面指示的步骤，我们选择按下一步。这时候会问您要安装在哪里，一般我们预设在 Program File 下的 O3 MP3 Manager 的资料夹下。我们建议使用者不要去更改入境，我们直接点选下一步。后续安装动作完成后，这边有三个选项，第一个是安装完成后开启这个 MP3 Manager 应用程式，第二个是开启读我的档案，第三个是开启呐喊文创官方网页。这时我们同时选取三个选项，然后执行下一步。在这个步骤说明确认安装，接着按下一步开始安装。这时系统已在准备安装这个 MP3 的应用程式。需要1到2分钟的时间，请各位耐心等待。安装完成之后，画面会跳出安装完成，并且告知 MP3 O3 iBase MP3 Manager 已成功安装。这时选择关闭视窗，此时程式会开启呐喊文创的官方网站、 O3 iBase 的使用说明书以及 O3 MP3 Manager 编辑软体的主视窗。